在座的在场的各位啊，都有网购的经历，我也不例外。我网购过，最近啊还买过几本书，书名我就不便说了，避免有做广告之嫌。但是我很愿意为网购、快递和带动的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做广告，因为它啊极大的带动了就业，创造了就业的岗位，而且刺激了消费，人们在网上消费啊，网上热情比较高，网上网下互动创造的是活力，是更大的空间。